展发现爱，让爱无所不在。大家好，我是高一平，欢迎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其实我们常常在发简讯的时候啊，然后我们的手机会帮我们猜字。那每一次我要来录影的时候，我就说我要去录影了，但是打出来的是我要去露营。哦，很多朋友就说好棒哦，你露营啊，怎么那么赞？我说 no， 我不做这种事情的，对我来讲太可怕了。露营，我要带帐篷，我要扎营。我还要生萤火，然后我还要做饭，然后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会有虫来咬我，想到了感觉就是噩梦一场。但是你知道吗？其实这件事情在现在呢，是很多人很喜欢乐衷的，就是他们带着小孩甚至小 baby 去露营，找到那个捷运到不了的地方，在那个深山野岭当中，然后呢，他们享受所谓的在大自然里面的亲子乐。我听到了很忧郁，但是他们很快乐哟。所以今天要来看看究竟谁比较对呢？我们的话题是亲子野外去，他觉得很有趣哦。我觉得我真的很不想去哎。那我们一起来转转发现爱。现在马上为各位介绍热爱露营的两位夫妇，两位夫妻。首先介绍大树跟 Sammy。你们好，我是大树。大家好，我是 Sammy 刘太太。你们好，刘太太你好。你老公的名字好。就是好适合你们很喜欢的，就是去看大树。我最喜欢大树了，太棒了！对啊，我好高兴啊。接下来欢迎的是云珍跟腾虫，两位好。大家好，我是李云珍。大家好，我是汪腾虫。好，你们也很热爱露营，非常热爱。OK， 那我们先来听听大树跟 Sammy， 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去露营，从事大自然活动？2011年的时候开始。我女儿她2岁的时候开始，还在喝母奶的时候，我们就去露营了。真的？对。那你们到目前为止去过哪些地方？几乎台湾比较热门的营区，几乎都去过了。我现在露营经验在101次，是真的101次。对，101次，不是只有一次，不是只有一次。大家常常讲我去过101次，意思就是我只去过那一次。对，好，所以你们是真的哦，有已经到了3位数了。对。那大树觉得你们从2011年开始去露营，这是谁提出来的？你们夫妻两个人？当初是我老婆约我去的，因为我她约你去。对。然后当初约我去的时候，我想说要睡外面，然后又吵。对呀、啊，那个大自然，对不对？对，那个地虫啊，那么又硬又硬，对呀、啊。然后可是他一直在怂恿我，然后后来连眼罩，然后耳塞都买好了，跟我说：“好了，我帮你就准备好了，你就去试试看看嘛。”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去。哦，所以第一次是戴着眼罩跟耳塞去的、哦。对，前几度配备齐全。对啊，真是好太太。好，我们的云珍跟腾虫、你们从我们刚好相反，怎么是我先生问我要不要去露营？哦，非常的抗拒。我想，天哪，露营，天哪，我一定会睡不好啊！而且有那么多虫，我又不爱大自然，而且小朋友又还很小。我一个小朋友那时候才1岁半，那另外一个那时候已经4岁了，就是从去年才开始露营。我们现在是27路，所以跟Sammy比起来，我们是幼幼班的。哦，可是你们才一年就27路了，人家是现在来算到5年6年，他们才100路呢，101路。真的是非常的热爱。我们现在大概一个月会去到2次到3次的露营，就是很密集的在露营。哦、那来腾虫为什么那时候会想到要去露营？其实我本来是一个自然生物老师。对、哦、那大概我跟野外相处时间已经蛮长一段时间，大概从高中就开始爬百岳，所以一路到26、27岁，大概有10来年的时间。但是因为一直很想把这个经验跟太太分享，跟孩子分享。你第一次怎么跟他说的？第一次其实我们是一个旅游混搭露营这件事情，旅游混搭露营，就是说我订了饭店了，后来发现说哦，没有定位，没有，他真的是糊弄我的，一定要说，因为呢，他就是安排了一个3天2夜，然后呢，我就想说，哎，3天2夜，哦，好啊，那他第一天就说我们住饭店，住饭店好像还不错哦，那我们第二天去南澳的那山那谷露营好不好？我说好吧，试试看，反正有一天住得很舒服嘛，来试试看，我这位先生呢，他号称自己是一个露营达人，可是呢，我第一露的时候印象非常的差，因为我第二天早上我睡不好嘛，第一次露营一定睡不好。第二天早上一醒来的时候，我是被太阳晒醒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先生搭错方位了，他就直接把那个帐的那个门口是直接面对着
太阳，所以太阳一升起我就醒来了，哦，我完全睡不好。然后你确定是搭错吗？他可能故意的、哦，故意的、啊，就是要叫太阳把你叫起来。萍姐太了解我了，啊、真的对不对？对不对？对啊，所以我第一次录的时候非常非常的不能接受，因为我这样已经睡不好了，一大早又被太阳晒醒，哦，所以那时候觉得非常的抗拒。不过呢，当天一醒来以后，虽然很早就醒来，对，可是因为那山那谷旁边就是一个很漂亮的溪流，是，所以我们就马上冲去溪流旁边玩，然后就觉得哇。原来一大早醒来就可以把两个小孩不用舟车劳顿，我们就可以到南澳那么漂亮的地方，然后去溪流旁边玩。那时候觉得，嗯，好像有一点点好玩。哦，你有一点点被打动了，一点点。哦，当天吃什么？那天是吃泡面吗？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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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还蛮幸福，有我太太，因为我太太她在厨房是个达人，所以我的工作大概就是尽量让野外让她有好的烹饪环境，自然就会产生好的食物。哦、OK， 所以我们做好分工，对对对，是是是，对是。那我就是说，我在第三路的时候，我碰到了我的朋友一起录、啊，就发现他的配备，咦，他的这个厨房配备非常的好，非常的完整，就是该有的瓦斯炉啊、砧板啦，或者等等的都非常齐全，就很像在家里做菜一样。那我个人很喜欢做菜嘛，那怡萍姐，你可以想一想，如果说你是在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然后有一个很漂亮的厨房，然后你看着这些山景，然后再做菜，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像奥利弗？就有很多动物在树林说，你看你看那个有女的在那边哦，锅碗瓢盆都带来，她做什么她做什么。来 Sammy 跟大叔，那你们的第一录，我想听你们第一次录影。我们第一录也是很还是蛮搞笑的，然后第一录我们的帐篷非常的小，我弟弟帮我借了一个很小的帐篷，我们一家四口就挤在里面这样。然后我没有经验啊，我想说那煮晚上煮饭的话我就带一个电火锅好了，去煮火锅嘛，煮火锅，露营煮火锅很 OK 啊，对啊，丢丢就好。但是我带的是电火锅，要插电的。那我不知道露营不能带高耗电量的东西，就大家吃很高兴的时候，忽然跳电了。哦，你把大家的电的，我懂了，就是你把大家的电都用掉了，整个营区为了你跳电了。哇！但是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你怎么觉得说怎么没有电了？怎么会没有电了？后来那个老板，就是营区的老板就来巡逻，是巡到我们的帐篷说，有徐丽。他抓到了元凶，就是你，真的。对，那怎么办？然后我当下才知道啊，原来我不能带这种高耗电量的东西。对对对。然后那天晚上是都睡不好，因为我选了一个我自认为非常完美的营位，我把帐篷搭在厕所的前面。哦，方便嘛，对，好方便，就好像主卧室有个厕所，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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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醒来上就很方便了，两步就到。就没想到是一个最差的位置。为什么？因为每个人要上厕所都要经过你的帐篷。哦，因为大家都要上厕所。对，然后他们去厕所洗手啊、冲水啊、关门的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你没有把大叔的耳塞拿来用啊？其实我自己也有戴耳塞。哦，也有戴耳有有啊、哦，好，太好了，好。可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看到那个我们在麒麟潭的旁边露营，看到麒麟潭上面那个。那我早上的时候雾气这样升起来的时候，就跟他跟云珍讲的一样，我不需要花费吹灰之力，我就可以马上欣赏到大自然的美景。走路一分钟，对，就觉得真是太棒了。不是开车，还穿着睡衣耶。因为熊不在乎你穿睡衣还是没穿睡衣。在饭店是隔着窗户看，隔着玻璃看，可是没有，我在这里是身临其境的看着这样的美景。就当下就爱上露营，我相信，我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啦，是对极致美。听听看小朋友的反应好了，那天晚上在挤在一个小帐篷里面，他们很兴奋，是啊，对，因为从来都没有的经验嘛，对。然后小孩子就一直很期待那个露营的感觉啊，好棒哦。那云珍跟你陈崇，你们的小孩当时的反应也是很好，超级开心的。我觉得最露营最好的地方，我刚刚有跟 Sammy 讨论过，最好的地方就是可以把小孩。也放，你知道，其实啊，如果周末都待在家里的话，小孩子就会黏着你，说妈妈，你可不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妈妈，你可以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就会觉得啊，天哪，我平常上班已经这么忙了，我到周六日的时候还得要应付着小孩的无止境的一些需求。不过去到野外不一样哦，是孩子他们就，譬如说我的小孩跟 Sammy 的小孩，他们就会自己玩自己的。然后我们大人就在旁边，看着，天啦，喝喝咖啡啦，吃美食，看看书啦。然后小朋友就在旁边，你们玩你们的哦。因为其实现在的营区都规划的还不错，是，它会有一个等于算是界限，对，
而且他们会有一些户外的空间，让小朋友可以在那里踢球啦，玩棒球啦等等的。所以小朋友去到那里，有大小孩会带小小孩，就算只有小小孩，小小孩他们也会围成一圈自己玩自己的，而且有时候就算下雨啦或等等的，他们自己都会在帐篷里面或客厅帐里面自己围成一个小圈圈，在那里玩扮家家酒。什么是客厅帐？客厅帐就是我们睡觉的地方有睡帐，对，那有一个帐篷是专门 for 客厅，真的，就让大家，所以你们自己带三房两厅就去了，真的吗？是这样啊，我都不晓得哎，可以哦，可以，甚至还有炊事帐，是哦，就是厨房，厨房，所以我有，我以为是吹起来的帐，不是，哦，是吹吹哦，对 ，OK， 所以有客厅帐，有炊事帐，有。这个睡帐，跟我想象不一样哦。OK， 所以感觉起来就像在家里，就是把家搬到户外的概念，对。没有虫吗？虫，其实我当然，因为大自然是他们的家嘛。对，因为从我的角度，我觉得就是说，你看我们自己在我们的家里面，那让我们就维持干净，所以虫不会进来。那可是大自然是他们的家，那我们去了就有点侵犯的感觉，那他们一定会说，哎。来了人，那还有带这么多个帐篷，我们去看看，然后就开始有虫出现啊，对啊。其实前阵子发生了一件事情，在露营界非常的有名，就是有一个露营的主人，他在 complain 说，有人去跟他说，哎，为什么你的营区会有虫？可是是我们到他家，对不对？对啊，是我们到大自然这个家，大自然没有虫很奇怪啊。营区主人就很耐心的告诉这一位来露营的路客说，哦，其实因为这是大自然，所以我们尊重彼此，尊重这样的。对啊，对啊，对啊。可是隔天，这个营区主人看到了一个烧焦的毛毛虫。哦。原本我也会觉得，我看到虫就很想要打。我说，哦，我天哪，好可怕。对啊，就那个手都不听使唤，就那么对，好恐怖哦！天哪，有蚊子就。对啊。现在就是变成说，我们要学习跟它和平共处。比如说我们自己喷一点防蚊液啊等等的，那就不会被蚊子咬啦。那有虫的话，我们就看到了，知道了，就放它在那里。那是另外一种那个人际关系，人与动物关系相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吧？那我觉得露营一定有最难忘的经验。Sammy 跟大树分享一个最难忘的。我们最难忘应该是去那个福寿山农场。我那次去福寿山农场还带了朋友，第一次露营的朋友。那我们是十月去的，十月的时候平地还是很热，穿短袖嘛。对，没错。那我们知道山上是会比较冷，会冷，可是心里没有预期到会那么冷。那我们那天晚上还吃麻辣锅啊，又搭在没有电的地方，那个营位是没有电的，然后吃麻辣锅还要弄手电筒看那个自己在吃火锅料在吃什么，这样熟了没有？黑黑漆漆的一片这样子。然后那天晚上因为太冷了，我朋友他的那个充气床啊还消气，他最后等于是睡在地上，睡在地板上，然后一家四口抱在一起，因为太冷了。然后就早上起床的时候，大家不是说早安，大家是这样互看一眼说，昨天晚上怎么会那么冷啊，都会冷成这样。然后当下呢，全部的人，我们本来还要再住一个晚上，当下全部人就说，我们今天可不可以就离开呢？然后我们就到清境农场那个再往下一点有个春阳部落，是是，去泡温泉，也是露营，要暖回来，喝点姜茶，对，然后还烤肉，就全部人就说，啊，这才是人生啊！对对对对对对对，说实在的，没有那么彻底冷过，哪知道那个温泉的舒适啊，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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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没错没错。那云珍跟腾虫，你们两位的最难忘。最难忘的一次就是一月的时候有一个霸王级的寒流。哦，对，今年特别冷。武林农场，我们去武林农场，他告诉我说 never 不会下雪，绝对不会。那我就想说好吧，那我们就带轻装过去。哦，轻装备，然后就是普通一般的暖和的服装衣服。对，就是没有到下雪的程度的那样子的装备就上去了，结果下了大雪。好漂亮哦，非常的漂亮，这是我第一次看雪啊，太棒了，第一次摸到雪了，第一次听到雪的声音。雪是什么声音？礼拜五的时候是下大雨，下大雨，整个晚上都在下大雨。对，然后在大雨声当中，我就非常的失望，想说啊，不会下雪了。那在失望的情况之下睡着了，半夜一点半的时候。我就觉得奇怪，声音不一样，因为大雨是啪啦啪啦的那种声音，对啊，对啊，对啊。可是不对，声音变成啪啪啪的声音，我就心里想说，该不会是下雪了吧？结果，因为我那时候
隐藏不住心里的那个悸动，因为第一次想看雪嘛，就一打开眼罩，外面是白色的了，圣诞节又来了，所以我整个全身起鸡皮疙瘩，觉得天哪，也太美了吧！对呀、啊，可是我好像那时候在电视上有看到你们呢、欸。是有没有有腾冲有吗？有怎么回事？对啊，这也说来话长。没有，是因为这样子啦，因为我以前是在当记者，那我看到了大雪以后，我就很兴奋嘛，然后我就把我的那个老本行给拾起来，自己在那里做这个 SNG 连线，装作有 SNG 的那种感觉。哦哦哦，我们工作人员都用心，我们有这段影片，请看。是目前记者所在位置是在武林农场，可以看到呢，从昨天半夜一点开始就开始有白雪皑皑的这样子的情景，可以看到呢有许多的游客都来这里露营，并且呢所有的营帐都是堆满了雪。我们在这个进到帐篷里面看一下哦。哎，这位先生，你为什么会带小朋友上山呢？哎，纯粹是个意外。其实我上一次爬山是大概15年前的事了。对，然后今天也没有，本来没有要来爬山，只是带小孩走走露营，但没想到呢，竟然雪会深达那个15公分厚，实在是令人非常的惊讶。也给大家看一下哦，整个武林农场已经是这个覆盖了一层白霜，并且呢，这个樱花已经开了，非常多的雪盖在这樱花上面，非常的美丽。那么如果今天要上山的民众，我们是劝你是不要了，因为我们想下山都不知道要怎么下山了。以上呢就是现场最新情况，我们先把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好笑哦，专业的一句话，对啊，蛮可爱，没有人会相信说你只是好玩的，然后自己这样录一段。因为以前有很多同业嘛，然后他们在 Facebook 上面就看到我的那个连线，然后看了以后，他们就觉得很兴奋，就说：“哦，太好了，我们没有派驻武林农场的记者，刚好你就自投罗网了。”然后我就放了一段影片在脸书上，然后大家都会拿来引用这样子。寄养反而变成后来就是、啊，然后就变成大家同事一定爱你爱死。对，因为没有人，因为那时候已经无法上山了，除非你绑雪链。对 对，那雪链可以重复使用嘛？对不对？可以可以。好，现在已经变成我们车上的基本配备，因为我们下次下雪的时候还是要冲山上。你下次知道要下雪，可以通知大家一声。你先告诉你同事，请锁定我的灰狮博客，随时现场连线 SNG。对呀、啊，好多很好的印象啊，对不对？经验也是真的许多，因为我是没有录过营。那可是听到你们刚刚的这几段故事，我是有一点点蠢蠢欲动，但是我学习的地方还很多。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请专家一起进来继续聊我们的话题，我们一起来转转发现爱，好，跟我来。我们现在欢迎今天的两位露营专家，首先介绍的是我们的缺璇缺哥，他是白浪户外冒险探索学校的创办人哦，欢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接下来欢迎的这一位，他的名字叫做甲虫，经营甲虫露营车队，十多年露营经验，是我们国内的露营达人，欢迎。大家好。在露营吃得很好哈。对，不错嘛，对不对？而且心旷神怡，没有，我可以理解，我真的觉得心旷神怡，然后就是心情好，环境好，就然后大家都会为你，对不对？对 对，看到你就觉得很有安全感，好，太棒了。那我们刚刚跟我们的两组夫妇就有聊到他们的露营乐，但是最主要是我还是想要了解，腾冲跟云珍跟 Sammy 大叔他们都是带着孩子一起出去露营嘛？是。那我个人的孩子基本上就是没有露营经验。那我想听听看露营对孩子有什么收获，好吧？云珍，应该这样讲，我从以前到现在，我们两夫妻都是非常高压的生活，对，我们的工作非常的忙碌，而且我们两个都是主管，所以我们1到5的时间，我们两个人几乎晚上都不会见到面。我早上醒来的时候才发现，哦，我先躺在我旁边这样子，然后或者是早上醒来的时候，小孩子会说：“妈妈，你回家了。”嗯，所以我们1到5的晚上几乎都没有办法好好的相处。嗯，所以我后来发现露营这件事，
我非常积极的原因是因为我发现我定好礼拜六礼拜天我们要露营的时候，我先生会乖乖的在这个时间空出他所有的行程所有的 schedule 来陪我露营。我们可能是在路途当中车程当中好好来聊我们这星期发生的事情，好，我们两个可以沟通。那跟小孩子的相处也是一样，我们一到五晚上没有时间是两个夫妻陪着小孩一起玩啊等等的，可是在露营的时候我们抛掉了那些繁琐的公事，然后我们可以好好的陪小孩，真的收获许多。先生有感觉？就有时候夫妻间最难就是两个人更心灵的层次。那我还记得有很多夜里的时候，尤其在野外，因为有偶尔有几次是我们会单独一个家庭就在野外，甚至有时候我还记得，比如说在我们在太平洋边，只有整个野外只有我们一家人。那在那个状态之下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你跟你的伴侣好像又在另外一个层次里面对待。对，那天我们就听着海涛声，是，然后两个人坐在外面的天幕，那两个小孩睡着了you know， 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在那里看着海，听着海声，而且那天有一轮明月。对就是中秋节那一天呢，中秋节那一天，那我们两个夫妻我们没有烤肉，就是最近这一次啊，对，真的。然后我们两个人夫妻没有烤肉，没有什么，我们就两个人坐在海边静静的赏月，对，两个人聊天。因为那一次我记得把装备都舍下了，因为我告诉他我们就是用身体大地来露，真的。而且那一次是无电露营，对。所以就是无电，就是完全没有电，然后有月光，对，就只有月光。所以到最后连一个电都没有开，就只剩月光。然后两个人可以有一些心灵的交流，然后把我们前一阵子的压力全部都释放出来。然后五点多两个人手牵手再去沙滩散步，太浪漫了吧？孩子在而且小朋友还在睡觉哦，那就很放心的把它放在帐篷里面。一样的场景，来，我们娟哥有个照片在这边，像不像这样？有没有符合这样？哦，比这个还好，更美了。娟哥，你这不算，你这个要我是你就收起来的，人家是海，人家看了太平洋。它两层又是西又是海接在一起。哦，好，娟哥这个已经是。也是六星级，很高境界，有。但是你们这对夫妻的感觉就是，你们去寻找到大海边海枯石烂，然后就只剩下就是寻找那种，就只剩下你跟我。那天我真的是觉得很浪漫啊，有啦。平常在生活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这么的浪漫，因为每天都在为生计在打拼当中，而且是在高压的环境。不过我们到露营的时候，你知道我一定要称赞一下我的先生，多称赞几句没关系。我们去露营的时候呢，刚开始我就想说，这搭好帐篷啊，这个摆个桌子就好了，大家吃个东西啊等等。哦，不是，我先生呢，他会铺好桌巾，然后呢，我们喝牛奶剩下的空的那个牛奶瓶，对，玻璃的牛奶瓶，他会去找一些野花野草，然后大花放在桌子上，很棒，太有品质了，感觉起来就像我今天是在一个很漂亮的野外的家，是是是，所以那无形当中也会影响到我的小孩。我两个小孩其实他们也会吵着说，哦，我要陪爸爸去找这个花花草草，我懂我懂，我要了解这个花是什么花。我也是认识了我先生之后才知道紫花藿香剂you know， 就是这个对我来说，我小时候完全没有进过我的脑袋，而且这五个字不会凑在一起，听起来像是超市里卖的那个芬芳剂这样子。家里就很像，就像在大自然。对啊，可是我的小孩他们已经可以朗朗上口，这是咸丰草，这个是紫花藿香剂，他要用背的。好，来，娟哥，露营的夫妻都这样吗？因为我们今天谈到这个话题，很多电视机前观众在看的时候觉得说，真的吗？都有这个效果吗？都有这么好的，就是促进关系，然后儿女几乎自己可以长大这样。其实应该说，他们能形容的还是相当有限，因为其实，在我们在冒险治疗有一个理论叫做伊甸园理论。伊甸园，就是人到大自然就有20%的疗效，它会让你放松，关系容易建立，容易开放，那容易去探讨到内在。那其实它是一个很可以转化。进到职场，有人说，你下班做什么事情会决定你上班的效果。哦，我懂。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大自然是很容易让人恢复，所以休闲其实它原来意思是恢复，比较起初的热情也好，或者好奇心也好，
其实那是一个很棒的。而且你刚刚也看到那个美景，其实应该说每一次在不同的地方的那个美景啊，都会让你赞叹惊奇，不管是下雨起雾，或者是阳光日出哦，星辰啊，每天都不一样，太棒了。我觉得那个每一次都会有让你惊奇，所以我还是觉得它实在太值得去推荐了。有我完全想要去买帐篷就马上立刻这样，三房两厅。不要太冲动，最好是有人跟你做规划，我知道规划让你说，哎，现在这个阶段应该怎么样安排，会让你往下走是比较不会觉得一次就吓到了，或一次就不愿意再做了。所以这个是对可以有一些人可以有一点。没错。其实好，那既然缺哥现在提到就是吓到嘛，那我是新手这样子。那甲虫哥在这边，你也是已经经营这个户外很多十年以上了。大概接近十二年了。有十二年嘛。那你先跟我们聊一聊你刚刚听到这一对夫妻他们的心得跟他们的体会。其实他们是蛮接近实际的了哈。那因为你到野外去哈，你感情要不好也很难，因为你要吵架。只有我只有你。对对对。然后一部车子来的，你自己看着办。是。如果说你要吵架的话，那么多人在看哈，那也比较吵不起来。然后露营真的会让夫妻的感情变好，对，因为我们车队就有实际的例子，就是夫妻快离婚了哈，然后露营就后来就变好了。他们会愿意一起去也不容易啊。就反正都快离婚了，就去一次当纪念嘛，哈，所以我就去了以后就离婚前旅游吗？其实露营的气氛会让你整个比较柔和，对，就那种尖锐对立会减少，那你比较柔和，你就可以敞开心胸去谈什么问题哈。那当然我们都会在旁边听了哈，因为大自然要想躲也没地方，想回避不了。其实大自然的景色会让人心打开。而且这种东西是很特殊，你说不上来。你看那个夕阳，你看日出，看到美景，那种心情都巴不得把另外一半抱起来亲吻一下。那我们进来 Sammy 跟大树，对，你们觉得露营对你们的家庭有什么改变？其实像刚刚他们的经验我们也有，只是说他们是在海边，我们是在山里面。那整个山谷里面就是我们一家跟山谷里面所有的大自然，还有那个动物，晚上要听到各式各样的声音啊，有青蛙叫啦，有那个像中丝虫在叫啊，还有甚至是不知名的野兽在叫，这样子是什么叫哦？还是可能是什么山羌啊，或是山猪之类的，就晚上会听到那种野兽的声音，夜宵啊，对，夜宵，每七秒钟会叫一次，对，各式各样的声音，对。它为什么每七秒要叫一次？这是有频率的，我不知道。它也是有他们的节奏，就对了。菱角鸮是夜行性动物。是哦，其实可以把它录下来，然后家里闹钟就用这个声音，它永远都不会醒过来，就觉得是活在大自然。催眠的作用。对。好，那但是在你们体会到这种完美之前。就是你说在露营前啊，那你觉得那时候的小朋友的状况跟现在？那我儿子那时候刚一年级上小学的时候，因为他的幼稚园是念那个没有教 BPMFO 的那种幼稚园，比较自然开放的幼稚园，就一上了小学要衔接这个小学的生活跟小学的课程，他非常不能够适应，加上他学习比较慢，所以他就会像有吃手啦，或是半夜起来哭啦，做噩梦这样子的状况，压力，对，就很有压力，课业上的压力。可是我后来发现说，我们去露营的时候，有半就是那个两天一夜的时间，整个周末的时间，我们都不要再碰学校的东西，不要再碰课业，让他整个全然的放松放空掉学校的压力。那我发现非常的有效。每个星期一的时候，他又可以重拾笑容，很愉快的，蛮充满了那个活力跟元气，又去上学了，这样子。对，我是用在小孩身上，用在大人身上，我觉得都非常的好。对啊，就缺哥刚刚讲嘛，你怎么休息才能够代表你白天会怎么去面对你的工作或是你的学业？好，问甲虫哥，那这个露营的话有好处，但是也有顾虑吧？对，其实我今天只要针对那个想出来露营，可是还没办法踏出那一步的哈，我们看一下。一般我们据我们前到现在的观察啊，大概有七个顾虑。对，你问我就好，只有七个，我都没有数出来，我有几个。走，我看看，来，这应该我在上面应该排行很多个。那我们看第一个哈。好，七大顾虑。对，第一个他会觉得说不好睡，很难睡，因为毕竟野外跟家里还是不一样。第一个会有那个，虫鸣鸟叫，那虫鸣鸟叫有人会觉得那个很大声的哈，因为
真的野外搭丘的那种，有的是很用力在叫的，那个用非常大声，真的在叫，真的真的用皮甩啊，洪荒之力在叫那种。对，然后还有打呼声啊，那打呼声基本上它。基本上起笔落，对，不是结合，而是多重多重做邻居们，所以我们车队是会把那个打鼾的结合在一起，重工业区那种重工业区。那其实你如果到野外去，那种虫鸣鸟叫，我觉得说基本上那个就是我们要去的原因嘛，而且它摆在它的家，但是没办法避免。那如果你要去避免这些喧闹声的话，我觉得最好方式就戴个耳塞，哎，戴个耳塞，对对对对，他们应该都有这种经验哈。那第二个呢？搬家很累。对，就是因为露营装备，你说少像帐篷啦、啊、哈，客厅帐，还有吹帐，还有桌椅啊，睡垫、睡袋什么弄，还有什么冰箱啦、啊，好像弄可能东西蛮多的。冰箱哦。对，他们应该都有用冰箱。有。哎，冰箱你就可以冰冻一些食物，新鲜这样对。像他们有些喜欢吃牛排、吃海鲜的都可以。那其实现在科技已经是跟我们当初录的时候是真的差很多，而现在录音的装备都是很轻便，而且都是快速的，有搭设也快速。来，贾松哥很贴心，有带影片给我们看，我们先来看一下好不好？就是搬家很累，来，请看。大家好，这是我刚才搭设完成的帐篷啊。你看，在搭帐篷其实没有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困难啊。那这个帐篷很适合一家四口人用哈。可以看到，它搭完以后呢，前面这个就是客厅哈。那客厅的话，桌椅啊摆进去都够用。那后面呢，它主要是睡觉的地方哈。那睡觉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两个出入的门。它如果说你今天要跟小朋友分开睡或者怎样，这边可以用隔帘把它隔起来，隔成两个房间。那这样对一个小孩子来讲的话是真的很够哦，那又快，那主要是它很实用哈、哦。那所以呢，露营没有大家想象那么难哦，搭帐篷真的很快。那欢迎大家一起来接近大自然。哦，真的是没有那么难，可是接下来你要把房子填满呐、啊。对，填满就是里面睡袋、睡垫哈、哦、那些东西，然后还有桌椅。放进去就好了。我们大叔听说投了很多心力在里面哦，有没有？有没有？你有没有做了很多露营投资？其实刚要露营的时候，我也以为露营的设装备是预算个一两万吧。结果是说，因为我们去露营会去参观别人的装备，哈，人比人，对，气死人。是啊，所以你就开始 upgrade 研究装备，真的、哦，加上自己又爱买。是不是？对啊，预算就无法停止了，就一直不断增加当中。对，所以刚开始甚至卖了自己的股票，真哇哇，那东西越来越多，然后买到车子装不下了，只好买车顶架、车顶箱都买了。对，现在呢，有没有在考虑要买那种大的 RV？ 现在其实一直陆续在还在进阶当中。Sammy有没有很惊讶？这个原本这个人是排斥露营的。对啊，我常常去露营的时候啊，他东西拿出来就哎、欸，怎么这个礼拜又多了新的东西？我们家已经慢慢露营豪宅了，少这件事情。而且啊，露营买东西的都是男生。对，真的吗？对，真的。这一户人家也是吗？我们今年一月的时候换了一台车，刚开始啊，我们是一个小 Yaris。然后呢，我回头的时候看不到我的女儿，也是爬都打不了，填满了露营器材，他被框住的哦，看不到我的女儿，所以我们今年一月的时候就
为了露营，我们买一台大的车，是是是，然后又填满了呢。太好了，短短的几个月之内，这个装备，我想知道一下，我先生到底花了多少？这都报假账，以前都报假账，钟哥都报假账，他说是的，一万块可能报三千块，真的打这么多的折扣才敢跟另外一半报告，因为缺哥，你说听这两对这样很正常吗？薛哥，你说听这两对这样很正常吗？不断投资，我不能说它不正常啊，不过就是说，对。不过我觉得说，其实在一个那个所谓露营区里面很容易比较，而且那样文化并不是那么好。包括刚刚说，哇，那露营就要搞了很多吃的。其实如果假设我装备是很少，可是我人缘还不错，那其实我可以跟人之间互动，我就去跟人家去吃了。所以聪明的话就不要买那么多，然后可以吃别人的，也可以看别人的。可以。其实当然我不是刻意这样子，不过我会觉得说，其实露营我们要还是要回到一个地方是，既然露营能不能比较回到比较原始一点？那可以不用那么的文明啊物质的比较，那我觉得是一个可以更健康来看。这个建议很好哈，大家不要失心疯哦。这我们到第三顾虑了，麻烦看一下。第三个顾虑就是说。刚大家提到装备花钱啊，有、嗯、那我就觉得说，刚开始因为我还是针对刚才录音的人嘛，那是你刚才录音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不要买装备，因为你还没去录过嘛，你不知道你会喜欢录音，还是说你录完以后就跟他说再见了，所以我就建议不要先买装备，你刚开始可能先借，不过像我们车队是只要出路的，我们都会提供装备，因为我们一个人大家都有五六套。装备嘛，再来讲下一个顾虑，就是刚刚大家都在讲虫危机。如果你今天到外面去的话，那个虫基本上是避免不了的啦。那虫有分大虫跟小虫，比较大的，比如说会滑的，为什么？它是会怕你的。那比较不怕你的是哪个大虫会滑？谁会滑？蛇的啊，对，它怕我，它会怕人啊，他们基本上是会怕。他们哦，对。那我觉得你。到那边去接触各种动物，让小朋友反而是一种刺激。那不要把它想得太严重，因为今天就算我们说来讲，就算被蛇咬还是有救了，所以不要太在乎这种东西。然后你抹灭了小孩子去接受大自然刺激的机会。其实有关于这个，我补充一下，虫的部分。通常我们在户外里面有一个叫做安全野外，在两个小时你可以送到医院。它都属于安全野外，也就是说到医院里面这个部分事实上会被照顾的，所以就不要用太焦虑来怕很多想象。有时候我们电影看太多了，然后就把很多的所有的这些的外面的东西就把它有点邪恶化，其实没有想象这么可怕，反而倒是说你要看到，有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大自然的负面，是那就想说它带来的教育跟价值远远超过，如果我们不能从这个积极角度来看的话，哇，你怕都是麻烦。那第五种，第五种的话是不会下厨，好困扰。就是很多人在户外只吃泡面哦。泡面其实有时候蛮好吃，尤其你晚上，晚上的时候其实泡面是美食。其实刚开始去露营的时候，就像刚刚那个邱大哥讲的，不一定要自己准备了，就是你人也好，口才好，不然就是跟在我旁边。但像我们车，你只要报名哦，你跟我们讲说你是菜鸟。那我们就会安排那个资深队员让你搭伙，是名正言顺的搭伙，让你去吃的。初次露营的人觉得焦虑，父母会变得更焦虑。都市的妈妈是最看到小孩子脏，好像看到天要塌下来一样，就动不动就在那边喷。对，他如果真的脏了，你就把他带去冲冲水，然后换大夫继续脏。我还是强调说，你不要让他去剥夺他接受大自然刺激的机会。是，这个对小孩子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你在露营区看不到小孩子是很正常的，我相信大家都很厌。像我儿子，我那时候带他去露营，他说他小孩现在幼稚园了，是看不到人的。然后吃饭时间叫他回来去找一个一个帐篷，找到他说他已经吃饱了，然后别人就把他喂饱，被喂饱。好棒啊！他就那种很原始人，就自己出去觅食，对，他就自己去玩，然后随便就看到这个帐篷好吃，他也进去吃哈。就所以我就觉得说，不要去。替小孩子担心这么多，其实小孩子的那个适应能力啊，我们看小孩子交友比大人快，我这样观察哦，对小孩子适应能力，对适应力很快。哎，不要担心脏是可以解决的哈。那基本上营区都很安全啊，我们找就像现在露营区都很安全，它
不安全的地方，他都会把它隔绝起来，所以基本上都很安全，所以我觉得不要有这个焦虑。最后一个顾虑，最后一个顾虑呢是夫妻越录越吵架。对对，有一些现况是录到后面还是忍不住，对，就不也不会也不会管有没有人在旁边就吵架，就什么时候就是收帐篷的时候，然后要回家了不高兴了。你在收帐篷的时候，第一个你要来那个兴奋的心情已经没有了嘛？对。那你想要你不是收帐篷而已，你要想要回家去还要搬。对呀、啊哦，你要把一堆配备都拿下车，对对对，要清洗，要怎么样，然后收。而且在收帐篷的时候，大家都在收帐篷，所以有没有人会注意你？所以那时候就比较容易吵架。哦，因为别的夫妻也在忙着收帐篷。对对对，那个休假症候群，已经准备要上班了，所以心里面有一些压力。可是呢，他们下次还是来露营了、啊，所以越吵会感情越好了，所以也不要担心这种吵架的问题。那刚刚 Sammy 有讲到嘛，还有其实腾松他们也讲，就是小孩子有很大的转变，比方说摇手指啊、嗯、那种明显的压力就舒缓很多。缺哥你这边有没有看过也是很印象深刻的案例？其实当一个孩子在面对一个大自然的广阔性的时候，他已经的舒适圈扩大了。嗯，如果你没有给他带这个环境，他的舒适圈是很窄的，怕脏怕虫啊，怕那个怕流汗。我觉得如果什么都怕，那你看看焦虑的父母会养出什么样的孩子？焦虑的。焦虑的父母养着焦虑孩子，对，没错。那所以我觉得父母反而其实要用比较轻松的心情来看待这些东西，所以大自然其实就是一个好的疗效。我想要补充一件事情，说因为呢、哦，像我们家小朋友一岁五个月的时候开始露营嘛，对，就是小的那一个，那时候刚开始学会走路，那刚开始学会走路，我的路友们他们都津津乐道这件事情，因为呢，在大自然很容易跌倒，才刚开始学会走路嘛，现在走一走就跌了个狗吃屎。整个脸上嘴巴里面都是土，然后他就自己爬起来，然后在那里看着我，然后我在旁边哈哈大笑。他从此以后跌倒从来不哭，他跌倒不哭的，他就会自己爬起来，自己拍拍身上的灰尘，然后继续出去玩。不过有，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于小孩子很好的经验，让他们知道要怎么样自立自强。不过其实因为过去我大概从做孩子自然教育一段时间啊、那其实就像刚刚我太太说，其实你可以想想一个孩子，如果他是在水泥地跌倒，跟在草地跟土地泥土里跌倒，那其实那个冲击也不大。还有就是说，孩子其实他之后的那个记忆跟身体的记忆，他都是会存在的。是，对。秋哥，玩是需要培养的吗？玩他需要教育，也需要培养。我觉得玩让人看事情比较正面。那其实越玩越会玩越有创意，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玩，我觉得只是个开始，我都会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因为我觉得露营它是应该是一个往更多东西的延伸呢。是，我觉得每到一个地方，当然我不希望一直露营一直创造那个五星级啊，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应该说，他一开始也许对露营完全没有兴趣的人，他可以增加一点趣味吸引力，他会觉得露营原来是可以这么轻松好玩的。对，那我觉得最终还是要往外扩，他延伸他的挑战学习，因为其实一个孩子在野外，他会创造出刚性，因为将来他面对，假设出去留学。假设他去未来，他面对工作，其实这些教育带给他的东西太丰富了。他能面对挑战、毅力、困难，他怎么克服？也就是来自于他后来从这个环境延伸到其他的，包括登山，包括他包括克服了许多恐惧、害怕、有挑战、有风险。他如果用装备来解决风险，那个风险教育带给他太丰富了。还有一种叫做舒压功能，你知道，当他有这样的环境，他有。露营或者野外是一种能力，它能力为延伸的时候，你知道大自然有一种很特殊，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工作压力很大，但我去攀岩压力很大，对不对？嗯，对。那干嘛我这边很大了，干嘛还要去搞一个这么大的东西？哎，那这个就不太一样，因为这个压力哈，进到那压力的时候，我们叫做忧压力。忧压力就是当我面对这个挑战，我害怕，但我如何去克服？但是这个克服虽然有压力，可是最后我胜过的时候，那个产生的成就感。跟那种忧压力，它会转化到现实社会里面，在面对这个压力的时候就简单多了，它就是那种有一种恢复的效果啊。所以刚刚说那种抗压性，将来他长大以后，他有压力的时候，他就会找大自然，所以大自然给他一个调节生活的情趣、创意跟压力。哇，我觉得他如果转化力越快，他的竞争力就越强，这样可以吗？
可以可以，这个是大自然太空的。我光是用听的，我都觉得我变得更快乐，有进步很多，进步很多。有啦，其实当你可以克服大自然的时候啊，其实都市对你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了不起。是，而且懂得如何疏解压力，真是一大学问啊。在这边，我们 CME 的这一家人，你们把你们的露营的范围还扩张到国外去了。对，照片。我们去纽西兰开露营车，嗯，因为纽西兰它露营车的那个很风行，是，然后它露营车里面什么东西都会有，洗手间啊、厨房都在里面，对对 对, 对，都有，很好。然后他们的露营区呢，也都是设备很好，有厨房、浴室、卫浴都很好，有电，所以露营车你只要开到露营区里面插上电，你这露营车就跟家一样，就像在家一样方便，晚上还可以吹暖气。真的，然后看到你们还有在露营区骑马，对不对？这个骑马的地方叫做天堂 Paradise，它就跟天堂一样，完全是纯净无污染的，没有任何的房子。那小朋友，我非常惊讶，是我们家的小孩，我们家一家四口去骑马，唯一一个人哇啦哇啦叫就是我。你为什么？是吗？不会吧！哇，怎么会这么高？哦，天哪，马在动哎！哎呦，天哪，我会不会摔下去？一直问教练说安全吗？安全吗？教练就说你只要 relax 就好了。我们家小孩就是非常有自信，骑上马就这样子跟着这样马队一起这样一起出去。而且你自己控制缰绳，旋转木马就对。对他们都不只做过旋转木马，他都会倒。就跟人家那种牵着你走的完全是不一样，那就是自己控制，从头到尾非常的厉害，我非常佩服，因为他们可以很勇敢的去面对这样子的挑战。然后我们去库克山，还有去哇坐冰河船去看冰河冰川。那最后面这个是那个冰川下来到冰河的地方，是前缘那个碎出来的那个碎冰了。哇！所以这个冰已经从上面流到下面有500年的时间。是。所以我家小孩拿的这个冰块，对啊，已经是上百年的冰块，可以养颜美容，很味道很甘甜哦。嗯，真的非常的好吃，比喝酒还要来得厉害。500年，放 whisky 就可以了。对啊，对，有。所以纽西兰的那个大自然的，它是活的地理教室，所以有很多大自然的东西，小朋友就可以亲身去体验，然后去看。好棒，非常不错的一个。你觉得一趟回来小朋友有不一样吗？他们变得非常独立，哎，突然之间长大很多。嗯，这次在我在开露营车的时候，我儿子居然肯让我女儿睡在他脚上。哦，我非常的惊讶。以前是不要碰我。对，当然是一直吵架的。哥哥都会说：“妹妹，你不要碰我。”就是他就说：“妹妹，你累了，你睡在我脚上没有关系。”他居然快乐之后，他的人际关系变得包容的太多了。对。那棱棱角角都不见了。对。然后我们还那个露营区，因为纽西兰它有很多企鹅。是。那我们这次还露营在一个露营区呢，它是在那个有小蓝企鹅，就是全世界最小的企鹅。那个企鹅的它会回巢，晚上的时候回巢。那露营区旁边正好就是它的巢穴，所以晚上的时候啊，全部露营区的人，世界各国人都有，大家就穿着御寒的衣物在那边等那个企鹅回巢。真的，对，来，快来看，快来看，来，请看。很习惯被人家拍了哈，因为大家每天都在拍，有害羞的，有大方的，是吗？刚刚那个算是大方的，大方的，我就让你拍这样，对。那害羞的都躲起来，然后还会过马路，非常好玩。对，还会过马路。你们现在啊，对着电视机前观众，然后对于那个从来没有露过营的，甚至心里有恐惧的，好不好？跟他们说几句话，觉得露营带来的最棒的礼物是什么？我跟我先生，我们两个人找到了共同的兴趣，我们有了共同的话题。然后甚至因为露营有很多共同的朋友，更棒的是我们还有跟小孩之间有很好的亲子关系。因为你有了很棒的夫妻关系，就能够有很好的亲子关系，家庭就会非常的融洽。谢谢。来，我们的这个藤丛夫妇，整个家庭就因为露营的关系，我跟我太太其实我可以把我原本生命里面的喜悦跟大家一起分享。那我想这个共同夫妻分享一份相同的喜悦，相同的记忆，这份记忆会是一辈子，而且我想会是让双方都能够去到好像另外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我觉得我跟我先生啊，原本在还没露营之前，我们两个人的吵架的频度比较高一点。那
因为我们的工作压力都太大了，所以我们一到五的时间真的很少机会可以好好的聊天，好好的沟通。不过借由露营，我们两个人有很多的时间可以沟通，有很多的时间跟小孩子相处。我觉得这对小孩来说，对我们夫妻关系来说，都是比较有正向的发展的。太棒了，那也祝福你们继续露营，继续幸福下去。好，那今天我们请两位专家为我们做个 ending， 做个总结。我们先请缺哥。不用对大自然太害怕，其实当我们害怕的时候，我们的世界就变很微小。所以我们需要有一点勇气带领孩子去看这个世界，所以当我们不再害怕了，孩子也会因着我们的勇敢，所以他就会打开一个新的世界，而不是只有城市。那将来他长大以后，他最能记得的是什么？就是小的时候这些，对，露营、沙滩、水跟父母的共存时间，你知道那个记忆对他未来感到生活的幸福，你知道对他人生有多少的滋养，那个滋养的东西可以使他对他要创造出更美好的未来，那是一个太棒的动力。不要让你的孩子长大的时候唯一的记忆就是那个百货公司的美食街哦。那我听贾崇哥，小朋友他露营他都会隔黄金期，因为在台湾还是一个升学的环境嘛，比较国二以后呢，基本上要出来就比较难，是，所以在小朋友上国二之前赶快就要把你的小朋友带出来，然后你去享受那种露营的那种大家分享然后互助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要赶快出来。是，那我今天也真的觉得受益良多，我得到很多的收获。那我也希望呢，在不久的将来，我不只是露营，我也可以跟大家一起去露营。所以呢，呼朋引伴，招兵买马，说不定有一天我们在露营区见哦。转转发现爱，我们下次再会，拜拜。